就是比我们那边的蟹的话，肉质更加细腻，然后比较嫩，特别嫩，而且它的壳特别软。我们的海产品它是活的，那么活的它要求一个时效性，那么这些商人他在报关的时候他又不懂，他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刚好我又考了这个证，我又有报检员资格证嘛，然后我就开始接手替他们进行报关报检清关这样的。清蟹属，那么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市场可以这么说吧，在咱们全中国这样的水产品市场会有什么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的应该是仅此一家。